底下一层，上面一层，还带着小花园，一楼嘛。那房子当时要买的话，235到240万，现在的话600万买到。前后大概一年多时间。你整那套就是啊，也是大套，应该就。7-8楼是复式，最高层算8层的，就算7层，上面那层是阁楼，7-8复式。